桃园市新北区的学生啊，重启外流动力会，新北区进发各种普通课，高三前是改班十七个学生啊，能够推荐九三去参加返乡嘅专线，除住八三考到嚟东站了解公司立台后，六七率就89%按高。学校所讲方向推荐，按用培高向前嘅学校嘅学生啊，也做得去读台后，对上位求权类生活嘅彩铁学生啊来讲，系启发也系鼓励。虽然用防尘机包替今年六七月国立政治台后肺炎呢，阿凡二百六含起刺痛，去到好高投诉，装到不卡过后，加身份又莫强用的，我同意唔畅快阿妹，听做不卡嘅石头，含过高量嘅露台功课。结果虽然跟人生的戏剧点无人便宜，不过二十三日嘅失望，含过好高嘅职业，今年六七月国立台后。没有像其他人那样，就是我可能没有赢在人家起跑点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让我在学习 上面会更加有动力去想要学习，然后想要考个好大学，然后出去社会能够上有一个好的职业，然后可以养大妈妈。学校人员讲，大概留在学期读书的学生的都有同等的困难。学校鼓励家长用完成成果来做目标，改变人生。学生的是个很棒，懂什么，绝对比朋友还要有机会。我们也对孩子的品德教育，尤其是李婉仪同学，我们特别感到非常感动。他不但可以把自己的课业顾好，一样可以把他的家庭照顾得很好。好高表示有位防身垂针，按年后生的就做在托福卡附近的图书，不是跨期，比后期女业好高安心图书，加上每上的都是得同初学韩国高同飞。卡中下后生的没有机会完成托国立大学的梦想，不但将感受为上学的政策，职业没有好相互分享，发挥正面的效果。学习温暖他投也不投。